你我亲像一家人。小徐啊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哎，这个我来帮忙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你们俩小心点、啊。这个我来就好了。我小徐啊，拔刀相助，不然就一刀两断哦。哎呀，小徐，讲话就讲话，这话里面那么多刀干什么？这样不好哦。他怎么了？怎么心事重重啊？走吧。嗯。好。哎。行不行啊？可以。拿好。哎，这次订了这么多环保餐具，要送乘客哦。不是啦，是我们同事啊，看到我在用这个环保餐具袋，大家都很喜欢啊，所以拜托我帮大家买。哦，那不就有很多同事都要吗？嗯，这行李好像装不太下哎，好烦恼哦。烦恼？不会像外面那先生那么烦恼。没事啊，这个也可以装。好，谢谢。环保袋，嗯，随时有准备啊，一点都不会烦恼哦。我看啊，我还是帮你一下好了，这很重，等一下你扛不动。不用啦，我自己真的可以，谢谢。哎，我小徐啊，一定拔刀相助。小徐，你的诚意人家都知道了。你去忙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漂亮的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哈？哦，你买很多东西哎，怎样？书轩大减价哦？不是啦，是我帮同事他们买餐具啊。哦，真的、啊？什么餐具啊？环保餐具，很好用哦。真的、啊？环保餐具是要做什么的啊？嗯，这个可以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当然啊。那怎么好意思啦？不会啦，小东西嘛，而且这个大家都应该用。哦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赶时间去机场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拜拜。哦，那还顾了。哎，老婆啊，煮好了没有？我巴肚就枵的呢。好啦。哦，好啊，无紧来哦，就枵的。噔噔，暗等。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那好像晚餐是便当的啦。没错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啦。哦，这怎么吃啊？这跟那野岛村的便当嘞，闹人暗等都在厝内吃，搁吃便当啦。买，你去煮好吃的啦。哎呦，哎，你真正是足爽的呢。人今嘛吼，这是上流行的环保餐具，哈。明仔我来安吉拉遐，叫买两个啊，啊，咱全家伙啊吼，阿免食饭，拢用这，好不好？我买，我买。好啦。买啦。好啦。买啦。好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哎，真的不用客气耶，进来坐坐嘛，里面还有很多书可以看哦。哎，等等。我不要啦！我几百年没有带过便当，我要找地方蒸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呐？我不管啦，这是潮流哎，你就是要带去啊！我一起笑一笑，吃饭就吃饭，哪有什么潮流？还你！我不要！你给我带去！流行就是流行啊！你是不懂啊？先生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不开心啊？说不定我可以介绍一些适合你看的书。哎，烦恼太大，看书也不能解决。如果看书也不能解决的话，那你可以常来书轩听演讲啊。我们这有很多讲座，说不定可以帮助你。听演讲？那一场要多少钱？哎，不用钱，不用钱。书轩办的讲座都是自由参加的，你只要人来就好了。哎，怎么能不要钱呢？对啊，都免费的。明天来 ，Angela， 来给你买。
相处。妈妈，你不是有帮我准备书吗？你放在什么地方？白雪公主啊，眼睛张大一点，就在桌上啊。在桌上？没有啊，你放在什么地方啊？有啦，我昨天晚上才放的啊。巫婆记性是很好的哦。这我们装的。感恩，有空再来。Angel，这是过钱了。没有啦，还有一些客人不知道我们苏萱不能抽烟。对啊，我就跟他们讲了，然后就走啦。啊，你要告诉他们啊，抽烟有害健康。有啊，可是他们说他们比较健康。嗯，那好了啊你啊，啊你告诉他们嘛，他们的家人要他们健康嘛。有啊，奇怪了，下次我来跟他们说。嗯，进来进来。哎，秀慧师姐，你早啊。早 ，Angela， 刚才那两个人态度很差哎。你不要这样讲嘛，每一个来苏萱的人都是菩萨。啊，都是菩萨。嗯，你也是，大家都是啊。你说我是菩萨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也做过好事，所以也是菩萨。有啊，叫我煮拿铁、看不清，还有那个都会了。你觉得有做过好事的都是菩萨。那个先生从进来到现在啊，就一副很烦恼的样子啊，又头壳皮弄不久呢。你会更了解。而且他还坐我的位置。啊，有你那小气的，你给他坐一下有什么关系啊？昨天好像有看到他，嗯，他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对啊，就看起来很烦很烦，有没有？啊，有啦有啦有，听到说苏萱有免费的演讲的时候，有像笑一点点这样，啊，不知道是因为免费还是因为演讲。嗯，这位是我们秀月师姑。哦，师姑，这位是啊，我认识他，先生你好啊。师姑你认识啊？昨天在我们苏萱门口的时候，我就看见这位先生啦。这位先生刚刚才告诉我说，他最近几乎都是一个人的。啊，一个人很好啊，很自由啊，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像那个阿伦，他稿子写不出来，哈，然后呢没有本事，他就骗老板说什么末梢神经啦，什么哪里又电脑又宕机了。你看现在乖乖在外面写了吧。嘿，他就是要这样子，人家逼，人家骂他。哎，先生，请你等我一下哈。来，这本书送给你，跟你结缘。嘿，你看完这本书以后啊，你就不会有烦恼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看看这本书啊。哎，嗯，太阳光大，父母恩大，君子量大，小人气大。君子量大，小人气大。先生啊，这是我们上人的一句好话，你听完都可以叹气呀。哎，那你这样好了，你告诉我什么事让你这么心烦？哎，告诉你也没有用啊。才怪嘞，啊，你都还没有讲，你怎么知道没有用？你告诉我，然后我翻书帮你解答。哎，我跟我爸爸已经好多年没有讲话。哦，在这里来。人生的幸福没有准则，能关心别人、爱护别人者，即是福中之福人。能关心别人、爱护别人者，即是福中之福人。福人，你要付出啊，要关心别人，别人才会关心我们嘛。你看，我一翻书就可以为你解答。要不要再试一试啊？
这本书是我要买给星星去读书会用的，你怎么没有问就拿走啊？你早上等不到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再等下去我就会迟到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赵文亮，我跟你讲哈，妈妈，你要打雷了，那我先去房间收衣服。好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连星星都觉得你要发脾气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现在穿的是慈济委员的衣服，怎么可以发脾气？嗯，哦。这位师兄，感恩你的提醒啊，那也请你下一次要拿别人东西的时候呢，请你要说一下，要不然你有小偷的嫌疑。哦，啊好，这次啊是我的错，好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电话，我在想，不好意思，接一下哈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真的啊。很好看哦，那太好了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啊，一定，一定，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你现在你讲完了，现在我要讲啊。妈，你稍等再讲，稍等再讲啦。拄只阮朋友打电话来讲哈，你这本《生命的承诺》非常的好看，哦，伊叫我明仔载加扎几本去，哦，搁较侪人分享一下。安尼我算替你做一寡功德啦，哈。师兄，感恩哦、喔！你若是做功德哦，我左手都要下礼啊。几本呐、啊？什么几本啊？啊，你不是要带书给同事看吗？几本呢、啊？师姐，你方便的很，感恩啦。那我去买喽。看啥等下咧？好。哎，要是他能够天天穿委员服，那不知道有多好。今天是假日哎，怎么没有出去玩呢、啊？出去玩？嗯，我一个人要到哪里去啊？嗯，都可以啊，去看场电影，或是到郊外走一走啊，心情都会很好啊。哎，那都是你们年轻人才会这样想，像我什么都没有，最多的是时间。哎，你不要这样想。对啊，先生，你不要这样想嘛。这里不是有写，看淡自己是般若，看重自己是执着吗？书就在你面前啊。你回去有没有跟你爸爸说话？没有。啊？怎么又没有呢？哎，不知道啊。就是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些什么，每次我们一讲话就一定会吵架，已经那么多年了都是这样。哎，哦，就是为了这个事烦恼啊。那就要化解啊。化解？对呀，你这样一直闷着怎么行呢？而且根据研究报告的指出哦，忧郁症患者普遍都有这种失落、忧郁、惶惶不可终日的无奈感呢。现在有3%到5%的人都有忧郁。那伦，就是有可能有忧郁症，可能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我一定是得了忧郁症啊。哎，儿子不理我，孙子也不理我。怎么会呢？儿子工作回来不跟我讲话，孙子他每天都在补习，一回家就进房间。哎，哪一个家庭不是这样子？那他们不跟你讲话，你可以去跟他们讲话啊。讲什么？有什么好讲的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是你有问题。我，对呀、啊。你不是说，你跟你父亲说话，你父亲就会跟你吵架吗？你儿子现在不理你吗？那一定是你嘛！你是不是开口一说话就会骂人？确实。不啦，我这边在研究一个问题啊，看他问题出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真正有问题的就是你嘛！所以呀、啊，你现在只要稍稍改变一下你的态度，就没事了嘛。你可以常常来书轩，我们都可以陪你 chat，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怎么跟你父亲讲话了。嗯，恰，你说什么陪我什么？哦， chat，
英文是说聊天的意思，陪你聊天啦。嗯，聊天呐、啊。嗯。对呀，我可以来这里啊，免费学英文，免费听演讲啊。哎，你这样说就对了。人是学无止境的嘛，你到这里来看书又可以充实自己，对不对？人没有这么多的烦恼，那些烦恼都是自己找的。对，啊，前两天呢，嗯，哎，我觉得你们这里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和善，嗯，所以我一直想进来看一看。现在你都看到了，怎么样？嘿，不但看到了，我还觉得你们这里好像是一家人一样。对，一家人就要像你们这样，嗯，哎，和善。而且呢，又互相的关怀。哎，感恩夸奖。